这个准备的话，首先魔术师，我有点想啊，一个好时间要选择，若不是时候，明仔一个不准准讲话，好时间人生就无天价，买到个手机，不准准，这么明仔一个结果，我就讲听人人生都可以去做享受。就说你那个人的心在哪里，他的宝藏就在哪里，这件事归不同的人可以是宝藏，但是也都可以是一无是处的无用的废物。耶稣说天主国好像一个人望了不同的鱼，拣好的留下，不好的就扔到外面，要成為天主所揀選的，我們都要揀選了天主，是天主為寶藏，我們才可以得到天國。我們的心有沒有特別，有沒有是天主為寶藏呢？如果我們是天主為可有可無的話，即使他真的揀選，甚至乎耶穌在我們當中，我們看到他，但是看是看，看得见听是听，但听不到。耶稣在福音里面讲这个天国里面是关于天堂，通常一般人会理解为天堂是一个幸福地面的地方，什么天堂就代表着某样的完全多元化，你的天堂即代表这个地方有很多嘢食，确实天堂关于晚夜，但是天主的国不在于单单某样嘢，某件事的满足，更加不是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的水土啊，大限将至，我要死了，我要再在这个世界上面。咁啊，我记得有这个地方，我去天堂享福啦。天主的国并唔系咁，天主的国系耶稣福传嘅核心，佢教导我哋要爱主爱人，就系种种都系围绕住天国，要实行福音，就会可以得到幸福圆满。罪恶使人受苦，罪恶嘅出现破坏了天主创世时候本来的名字，本来的行，人应该是少少相天主的，可以彼此相爱，人有生命不应该有死亡，但是因为罪恶出现远离了主，甚至乎人想自己做主，自己做王，个个都自我中心，自私，破坏了本来的美满和和谐，失落了天主所赐予的幸福。耶稣先讲天国，天国的中心是天主为王，所有的事、所有的人都以天主为中心，同一方向在真理当中生活，所以彼此美好，彼此和谐。天国是耶稣基督所宣讲，天主所愿许的，但是并不是不能如何。福音里头曾经讲过，人发现了天国，就要卖掉自己一切，都为得到眼前的宝藏，是要付出的。我们要跟着这个目标去努力。人是很实际的，如果一件事对自己没意思，他是没兴趣去追求。就例如一個人不飲咖啡的，你跟他說這個咖啡幾香、幾好味、幾咁特別，甚至乎不用錢他都不會飲，因為對自己無意思、無用。相反，如果人覺得一件事是必須的，為自己是寶藏，我點都要的，他就會用盡一切辦法去做到。
就例如啦，一對遠中嘅戀人，女仔同男仔講話，姨姨啊，我想食三隻燒火啊，為咗水蓮佳人，好，總問下，即刻買，你要幾多隻？又或者一個爸爸想為家人做緊一個安樂窩，佢會死慳死使，食少啲啦，打工開好啲啦，為咗可以儲錢，可以買到樓。心裏面視為寶藏嘅人，先至會去努力付出去爭取。耶穌喺比喻裏頭提到今世終結會將義人同埋惡人分開，義人是要相信的內涵才是明實相信，不是說領了洗就會有所有的一切內涵。天主給了我們行善的種子，我們有沒有將之去化為果實，有沒有成長，我們自己怎樣去耕耘去努力，這些都是靠人的自身的回應。我們要問自己，究竟我們有沒有將天主擺在重要的位置呢？有很多時候人都將天國將天主放在自己的位置，需要用的時候他才拿出來，最多的時候什麼時候聽到人會提起天堂呢？想要天堂呢？神父聽得最多的就是臨終的時候，或者親友即將離世了，因為要面對死亡，不知點算，就諗起耶穌嘅良心許諾啊！我需要呢樣嘢啊，呢樣嘢為我有用啊！但假若平安健康、冇病冇痛、生活甜蜜，佢問嗰個人：假如天主話俾你聽嘅喺樂園裏頭，你會點答？十個入面可能有八個都話：天主唔使咁快住，我而家好好喎，呢個我需要嘅，不過等長啲時間啦。七八十歲，等我食下嘢，食夠啦，享受夠啦，唔係好難得。嗰陣時你俾我啦 ，OK。咁嘅態度只不過當天主的過是將命水過，不是生命的寶藏，亦都不是自己幸福的歸屬。你的心不是自己天主，生命和天主有距離，這樣怎可以說是屬於天國的呢？天主所給的並不是最高，但是人就想付出半分的就有，甚至不勞而獲。一切咁嘅想法，其實都係自己想做主、想作王，自我唔知。天主揀咗我哋每一個人做佢嘅證據，但係問下我哋自己，我哋喺生活當中究竟有冇視天主為我哋嘅爸爸咧？如果我哋視天主係爸爸嘅話，我哋翻屋企嘅時候，我哋唔需要擔心冇門口人。因為這個屋企是屬於我。